每天做五题。One is a cat. 什么是一只猫 ？A. He 是男他。B. She 是女他。C. It 是动物它。在这里表达的应该是它是一只猫，指的是动物。选择 C 选项。Two. It is apple. 它是苹果。A. An. B. A. C. The. Apple. 它是发梅花音。在元音音标前要用不定冠词 an， 选择 A 选项。It is an apple. 它是一个苹果。Three. She's from USA. USA 是一个缩写，在缩写前要加定冠词 the， 选择 B 选项。它来自美国。Four. Where Mr. Jones from?A. M. B. Is. C. R. 在这道题当中有一个短语叫 be from， 表示来自。所以这句话表达的意思是 Mr. Jones 来自于哪里呢？ Mr. Jones 是一个人，是单数形式，选择 B 选项。 5. My father.什么？我的爸爸呢 ？A. He. B. His. C. She's. 我们说，在一个句子当中要有 be 动词，所以首先排除 A 选项。我的爸爸要用人称代词 he 进行指代，选择 B 选项。He's my father. 他是我的爸爸。你学会了吗？双击加关注。